今天呢，出门去保雅的时候呢，就刚好看到了保雅出的福袋还有哎，因为我家这里离保雅比较远，所以我之前就没有特地去排他们的福袋。但是我看网络上的评价，好像都说保雅的福袋是最值得期待的。那他们这一次呢，出了三款福袋，我只买到了这两款，因为其中一款听说就是非常热销，已经没有了。我买到的这两款分别是时来运转，就是糖果饼干零食，那另一包是迎春日用品，就是大家平常都会用到很实用的东西吧。再来开日用品好了。哇，我一开就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，那种洗发精哦，沐浴乳，好浓的味道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。第一个是口罩，抗菌口罩。哇，这个最近的确很需要口罩，大家记得出门都要戴口罩哦。这个摸起来我感觉，我猜是湿纸巾，魔术林的那种，就是拖地用的替换式的纸巾。这个是，哇，这个感觉很适合给我爸妈，难怪味道那么香，它这里面有个香香袋啦。它是伯爵茶与小黄瓜的味道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好浓好浓哦，很厚的卫生纸哎，它是浴手卫生纸，然后有三包啊，有啦，还是有湿纸巾的，婴儿用的湿纸巾，这是霹雳布袋戏素还真的牙刷耶。最后一个，它里面有一个折价券的袋子，保雅的折价券，然后总共是有7张50元面额的，那它应该都会写上它有低消。那它还有一个是可以抽大奖的抽奖券，噔噔，这是日用品的部分，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，只是我不太需要这三样，就是因为我家没有这种的拖把，那可能就当一般湿纸巾在擦咯。下一个时来运转，好棒哦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开吃的了。这是蟹黄味的葵瓜子仁，葵瓜子仁蟹黄味的，听起来好神奇哦。葱花饼，香蒜葱花饼，有点浓高钙牛奶片，喉糖，我没吃过这个牌子的喉糖哎。哦，有蝴蝶饼干，还有吗？还有一包哎，应该是最后一包了。对，哦，两包蝴蝶饼干，等等，过年我家全都是福袋开出来的糖果饼干零食。今年买了各家福袋，重复率其实真的算起来是蛮低蛮低的。他们抽奖也是抽车车，而且他们还有10名的 Switch 耶。 Switch， 我想要 Switch， 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福气可以中车车，但是我好想要 Switch 哦。那大家呢，如果有经过家里附近的保雅的话呢，看到还有福袋可以考虑要不要买一买哦。我还有一种福袋没有买到，有点可惜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家也是积了很多很多福袋里送的糖果饼干了，我还是不要再买福袋好了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